彩时刻来临啊！喂，你家喺公园个开咬去蚊虫，你咬唔上啊？钓啊！你家蚊虫头管都冇搞，管紧几多人话咧？爆不爆？啊？看好看好啊！哦，鱿鱼鱿鱼，八爪鱼，螃蟹，哇嘿！再看一下另一边网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姑娘，还可以，姑娘。还有见，还有球，来呗。还有见，还有鱼啊，这还有点章鱼咯。我搞一共啥的？有球，嗯，有球啊，有球，有球，还有朋友咯。看好看好啊！对，帮帮帮帮！看好看好啊！我在抢，我抢摘的顶，我在路抢抢抢抢！喂，鱿鱼、八爪鱼、螃蟹，现在我们准备挑拣啊！看一下里面能挑出多少货。这一碗呢，有这个虾，这个虾估计有个八斤左右吧，啊，应该有八斤哦，七到八斤吧，哦。啊，这个鱿鱼，哇，这里面就漂亮喽，这里面两筐估计有个十斤左右，啊，还有这个螃蟹，和这个鱼应该有个两斤吧，啊，这些就是房站空大哥包这一碗的全部收获了啊。